跟诸位介绍到佛法的入门。那么在中国是以四大菩萨作为代表，这四位菩萨在中国佛教有很高的地位，九华山的地藏菩萨、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以这四位做代表。前面跟大家说过，佛法有次第有圆融，次第里面的含着圆融，圆融里面的也包含次第，所以它的的确确的是非常圆满的教学，无论是在内容上在方式上都显示非常的圆满。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开端以十种光明云显示出一部经的大意你问地藏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你就可以把这十桩事情说一说，这个地藏经里头全部都包括了它里面说的是大圆满，所说的是慈悲智慧三昧吉祥福德功德皈依赞叹这是地藏经里的讲的就是这些东西。实在是不仅是它代表了全部的地藏经地藏法门，如果把它引申展开来说，又何尝不是全部的佛法呢？那么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总结起来就是大圆满。也离不开地藏经上十句表法的意思。那么这个十种都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不是外面的，自己本我们讲真心本性里面呢本来具足。可是现在这些智慧的能都不能现前了，我们现在真的是叫迷惑颠倒啊！这个能力失掉了，怎么样失掉的呢？佛告诉我们，是我们把自己的本性迷了。迷了之后啊，这个智慧的能呢，它不起作用。所以这种识叫迷识，并不是真的识掉了。所以佛法整个的教学，常常说破迷开悟啊。我们不再迷了，不觉悟了。这个自信里面的智慧的能呢又恢复作用了。由此可知
佛法的教学，最后的成果不是佛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本能恢复而已。正是佛在楞严上所讲的圆满菩提归于无所得。当你圆满成佛了，成佛你得什么？什么也没得到，你所得到的全是你自家本有的，你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德能之外，那是一样也没有，恢复自己智慧德能而已。因此佛虽然苦口婆心教导我们，佛不居功啊，佛不是哦，这是我的功劳，佛没有这个念头啊，是你自己成就的。那么现在我们迷了，要用什么方法来救？这是一个大问题了。这个方法呢，就是教育，就是教学。这个看法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看法完全相同。要把教育办好啊！现在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国家领导人呢，不懂得这个道理啊！现在一个目标是我们要工商业发达了，把这个摆在第一个，教育突破掉了。我们中国古人啊，诸位都《礼记》，都《学记》。学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哲学，这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叫建国君民，教学维新。这句话要用现代化来讲，你要建立一个政权，要统治一个国家的老百姓，什么最重要呢？教育最重要。同样的道理，佛教我们恢复自信，恢复本能，那要用什么方法恢复呢？教学因此佛法是师道啊，佛法是教育，它不是宗教，这是诸位必须要认识清楚的。凡是宗教都是迷信的，迷怎么能破迷？已经迷了还要再迷，那还得了吗？必须要觉悟才能破迷。所以佛法提倡的是破迷开悟啊，这才能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是师道，师道一定要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人要是不孝顺父母，他怎么会尊敬师长？能够尊师重道，怎么能开悟怎么能破得了迷？这一个理念几乎是佛门跟中国古圣先贤的共同都承认的。今天我们师道没有了，学生不知道尊敬老师啊，儿女不晓得孝顺父母啊，那这个破迷开悟就永远谈不上了。所以地藏菩萨
在我们佛门里面，它是代表孝道的。那所以《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我们要从这里学起，学什么？学孝啊！啊，为什么要孝顺父母？现在很多人不懂啊。不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西方人没有这个孝道的观念，所以西方人呢，学佛也不会开悟啊，这是实实在在。我们在外国住久了，遇到外国一些朋友，他们对我们纪念祖先呢、祭祖啊，都感觉得很奇怪。他说：“祖先，你们说几百年前，甚至于几千年前，哎呀，太遥远了，根本都没有见过面，你还纪念他干什么？”啊，那么在他们想法，这很正常的。可是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佛告诉我，中国这个"孝"字。这个字造得很好啊，所以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里面最好的文字。这个文字是符号啊，每一个符号里面充满了智慧啊。中国的文字制造有六个原则，我们称作六书，六个原则。啊，这个孝字是六个原则里面的一种，叫会意。你一看到这个符号，体会它的意思。啊，它上面的是个老，下面是个子啊。你去体会这个意思，这个意思说明什么呢？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呀，外国人说这个父子有代沟啊，代沟孝就没有了，啊，老跟子就分了家了，那孝就没有了，啊，上一代跟底下这代集合成一起一体，这叫孝。你要懂得这个意思。那么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个自己，是一个字体。在我们中国文字上表现了这个含义，这个意思是在讲大乘佛法才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佛告诉我，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一体，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金刚经上讲的诸法如意呀，就是说明这个道理。中观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八不也是讲这个道理，啊，不疑不异，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全是讲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除了佛经之外你哪里都看不到，啊，西方这些科学家、哲学家呢，我们看起来很了不起。啊，现在探讨的宇宙，啊，大讲到无尽太空，小讲到了量子力学。在佛法里面来说呢，那都叫妄想分别执着。啊，不错，事实现象他发现了一部分，
还有那一部分没发现。啊，可以说世之变通里面相当难得的，不是真实智慧啊，没有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啊。他不晓得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是自己立体。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在想的我为什么要尽孝，不但要孝顺父母。菩萨戒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我想同学当中也有受过菩萨戒的，受过菩萨戒，你持戒了没有？你做到了没有？菩萨戒不简单的，要把你孝顺父母的心扩大，孝顺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呢，皆是未来佛，皆是过去的父母。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个观念呢？真的有这种想法、看法呢？如其不然呢，那你是个假菩萨了，你不是真菩萨。啊，所以必须要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这个事情很难讲啊，很不容易体会也。佛在经典里面常常用比喻来讲啊，比喻里头讲的最多的讲梦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如果做梦梦醒了，那个境界还很清楚，自己想一想梦从哪里来的，梦中所有一切境界从哪里来的，那么这个我们都晓得，梦是我们的意识心变现出来的啊。这个意识心平常在说的在哪里不晓得，找不到吗？做梦的时候那就清楚了，整个的心变成梦境啊，是你心变现的。梦中一定有自己有我啊，啊，你们哪一次做梦啊，梦里就没有我呢？那不可能的，一定梦里头有我嘛，我是主宰嘛。啊，你还梦到许许多多的人，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那些人从哪呢？全是你自己心里的变现的。啊，除了一些人之外，还有一些动物、植物啊、山河大地，啊，虚空，全是你的心变现出来的。我们佛里面的这个术语讲啊。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啊！真是能变梦境的心，那是真的。所变梦中的境界是虚妄的。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那个心就化成那个境界，整个境界就是你的心，整个心就变成那个境界啊！所以真妄不二啊。这个比喻我们比较上容易体会，容易懂得。佛告诉我们，我们眼前的大宇宙净虚空变法界，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无量无边的众生，佛说是我们自己心里面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讲的为心所现，境界是心现的。现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多不同样子呢？啊，为什么会有佛菩萨，会有天堂地狱呢？会有这么多差别呢？为识所变，这么大的变化差别是识变的。识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讲心理作用。
啊，心现境界，但是心的作用呢，会把这个境界转变，啊，所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啊，外面境界复杂，说明了我们能够分别的心复杂。华严经上讲了三桩事啊，妄想、分别、执着，每一样里面那个复杂程度无量无边啊，这才显示出十法界啊，是这么来的。所以净虚空变化界就是一体，在我们中国就是这个孝字来代表这个意思，虚空法界是一体，佛菩萨真的就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肯定了，承认了，一点都不错。所以佛菩萨爱护一切众生，没有条件，无缘大慈，语言用今天话条件啊，父母爱子女是有条件的，他是我的儿女啊，他有条件的，那不是我的儿女他就不爱护了。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爱护关怀哪有条件的？为什么没有条件？同体，所以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啊，我这个手上一个蚊子叮到了，我这个右手去赶赶它，再问问右手，我为什么要帮助左手啊？啊，有没有这个意思要问他？啊，为什么不问他就帮忙了呢？同体啊，这是一体，不是二体啊，这叫觉悟啊，这个叫不迷了。啊，还有我人众生这个差别的相，你是迷而不觉，事实真相没了解。了解之后，尽虚空变化界知道是自己一体，你真的觉悟了。啊，所以要把一切迷惑颠倒众生呢，把它唤醒觉悟。这没有第二个方法，只有好好的去教导，耐心的去教导。啊，这个叫佛教育是四道。啊，从哪里教起呢？从孝亲教起。啊，慢慢教你觉悟。这个孝亲是觉悟的起点。人要不孝的话，什么样的佛菩萨来教他都没有，他也不能开悟啊，所以要从孝亲做起啊，这个字要把它做到圆圆满满的，没有欠缺了，那就成佛了啊。整个佛法的修学无非是尽孝而已，孝做到圆满就成佛了。孝父母是以父母做一个标准的，这是对我们这一生当中恩德最大的啊！父母生育我们，养育我们啊，这个恩德最大了，恩重无过于父母了。不但我们要养父母啊，这是应该的。养父母的身体，这是我们讲物质生活要照顾到。除这个之外，要养父母的心，不要叫父母操心啊。父母常常为儿女担心，儿女要知道啊，常常叫父母忧虑操心，这个不小啊。
啊，譬如说，您现在在学校念书，功课不好，父母担心啊，那功课不好就不孝啊。品性不好，父母又担心啊，又不孝啊。交朋友不好，父母又担心啊。不尊敬老师，不听话，父母又担心啊。人要能尽孝，就是完人。完人是佛菩萨，没有一丝毫欠缺。可见的那个孝很不容易啊！啊，你在家庭里头，兄弟不和，父母操心。啊，将来结了婚，妯娌不和，父母也担心。啊，你在外面工作，你的工作不努力、不认真，啊，被长官责备，啊，父母也操心。你才晓得这个孝那个力量有多么多么大。除这个之外，还要养父母之志，这个最难的。父母希望儿女不但有成功的事业，希望他有高尚的德行，不但被这个时代的人尊敬啊，将来在历史上世世代代人提到这个人都尊敬他，这父母脸上有光彩啊。那么由此可知，那达到究竟呢，你要能真正成了佛了，那个孝字才做圆满了。本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他对于孝道啊还有一点点欠缺，还不到圆满。所以孝道讲到究竟圆满成佛啊，佛家的教育从这个地方开始，也回归到这个地方圆满。所以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啊，那么我一般这个习惯上，如果是一个新的道场建立了，我第一部经啊，一定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这有地了嘛？啊，讲这部经啊，才叫这个道场开光啊！那是真正的开光啊！开光一点不迷信啊，啊，后面那个意思我还会跟大家讲到，啊，现在完全是形式，没有实质的内容啊。啊，这是为道场奠基，这个意思非常要紧。那么然后，把孝亲这个心推广，刚才讲了大乘这个戒经里面讲的啊，孝敬一切众生，这就变成了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什么人代表呢？观世音菩萨代表啊，所以地藏菩萨的孝道往上提升一级，就是观世音菩萨。这个拜观音菩萨的人很多啊，啊，求观音菩萨保佑啊，把观音菩萨当作神明看待啊。观音菩萨委屈的不得了啊，你把他糟蹋掉了，你这么瞧不起他。他很保佑你吗？没有道理的。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那个用意在哪里？看到这人像啊，想到我对一切人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哪里？我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无形放在这边的，
照这个模型塑造自己，这是佛法，这是教学。这一嘴相或者这一个名号放在那里，是时时刻刻提醒你，你对于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无条件的关怀爱护啊，无条件的帮助利益一切众生，这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经典里头教给我们是这些东西。第三位代表的文殊师利菩萨，这位菩萨代表智慧，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修学，我们跟一切大众相处，我们尽孝，我们修持，一定要依据理智，不可以感情用事。文殊菩萨代表理性，他是智慧的，是理论的，而不是感情的。感情里面就麻烦，就迷呀。理性是觉。最后达到究竟圆满，就是孝慈礼智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应用在我们工作上，应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上，那叫做普贤菩萨。普是普遍啊，平等普遍啊。我好，希望一切众生个个不好，没有一个不好，这个叫普贤。普贤菩萨圆满呢，那就是成佛了。普贤菩萨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而我们现在采取的无量寿经，古人讲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华严经的分量很大，无论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事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每一天处事待人接物，琐琐碎碎都讲得很详细。也就是说佛的经典是教导我们怎样过日子，怎样过一个美满的生活，幸福的生活，与宇宙人生真相完全相应的生活，这个生活才美满啊。也就是说过诸佛菩萨的生活，这就是大圆满的生活。佛法是教给我们这些的，这才是真实究竟的大乘圆满法。佛法里头哪里有迷信的？我们首先要把佛菩萨的名号、这个造像、表法的意思要搞清楚。否则的话，修佛那的确是迷信。佛法里面真正的好处你决定得不到。
这个入门门径修行的次第啊，孝亲尊师，慈悲礼智平等是同时修的，同时里面有次第，次第里面有同时，这是华严经上所说的行步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步啊，行步就是有次第的啊，你看先从孝亲啊，再提升到大慈大悲啊，再培养理智啊，再培养一个广大的这个心量啊，这是有次第的啊，虽有次第呀，也可以这几个科目同时修学啊，像前面讲的五个科目，一界是五，五界是一啊，任何一个里面它都含摄了啊，孝亲里面包含有慈悲，有理性啊，有智慧啊，智慧里面含着有孝亲啊，有慈悲，这个就是行步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步的意思。这佛法大致的意思明了以后，我们要问这个具体，今天讲落实在我们生活上，我们要怎么做法？这是佛法真实的教学，所有一切经论里面都有啊，所以经典的修学实实在在讲一部经就够了，每一部经里头这些意思通通去做啊！啊，问题是你真的要把它看到，你要能把它做到才管用。我们净土宗啊，净宗的修学，净宗的目标求生净土啊，去见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孝道做到究竟圆满了，诸位想想，我们要不孝顺父母，你能到极乐世界去吗？你不可能的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也不能把一个不孝父母的人天天念阿弥陀佛，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八戒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不能够寻思接引你去啊，没这个道理啊。啊，阿弥陀佛怎样教导我们？净土有三经一论啊，这是净土的根本经典。三经就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是净土三经。三经里面以无量寿经为第一，无量寿经是净宗的概要啊，净宗概论的，把西方极乐世界详详细细的介绍给我们。而观无量寿经呢，是无量寿经的补充教材。对于西方净土的理论，观经里面有补充的说明啊，非常的重要。
往生的方法。啊，这个十六观是提出方法，方法讲的详细。你看《无量寿经》上只讲三倍往生啊，啊，《观经》里面讲九品就讲的详细，因果的道理。啊，这念佛是因呢，往生成佛是果啊，这些道理做了一个详细的补充说明。佛说《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小本经的内容劝我们，劝我们要相信，要发愿，要求生净土。啊，小本经里头，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四次的劝导啊，真叫苦口婆心啊，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次的劝我们。啊，这个机会不能错过，错过了太可惜了。啊，我们净宗的修学就是依据这三部经的，这一论呢，就是往生论。啊，往生论是天亲菩萨做的。啊，换一句话说，他这部书就是天亲菩萨自己依照《无量寿经》《观经》修学往生的他的报告，啊，他的经验呢，提供给我们呢作为修学的参考，啊，是他自己修行往生的报告。那么在今天，净土有五经了。多出两种呢，这两种怎么来的呢？其中一种是清朝咸丰年间，咸丰距离我们现在不算太远，诸位晓得清朝末年有个慈禧太后啊，慈禧就是咸丰的妃子，那个时候他还不是皇后，是妃子，咸丰的妃子，咸丰年间有一位慧远居士，这是个修净土的，对于佛法很通达，他将华严经最后一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把这一卷经呢，合在净土三经的后面，当时成为净土四经。所以诸位如果在读古人著述里面有提到净土四经，那就是讲这个事情。他把普贤行愿品列到这个净土经论里面去了，有没有道理呢？非常有道理。我们读《无量寿经》就晓得了。你看《无量寿经》第二品，得尊普贤。经文上佛告诉我们：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十大愿望。由此可知，净土跟华严的关系非常密切。华严可以说是讲的理论，讲的方法，而净土说的是真正就是华严的修行正果。因此我们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普贤大士的法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普贤菩萨。前面跟诸位说过，菩萨是通号，不是专指一个人
只要是修十大愿王的这个人，这人就是普贤菩萨。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人啊，上面从阿弥陀佛，下面是一切众生，都修普贤十大愿王，所以那是普贤的世界，通通是普贤菩萨啊，好像一个学校一样啊，一年级、二年级到五十一年级啊，那菩萨五十一个位次啊，大大小小的全是普贤菩萨，太难得了啊！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所以《华严经》是我们佛门里头的第一经啊，这是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承认的啊，《华严》是根本法论啊，《华严》是佛法概论的，无论在事在理都讲得很详细，幕后还带表演啊，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表演给我们看的，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现在社会，现前的社会，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在你自己本位上，啊，你是学什么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是生活在什么环境里？就在你自己生活环境，一丝毫不要改变，修普贤行。这个真正叫利益无边呐！实在讲的经太大了，现在讲的人已经没有了。啊，我在台湾南部有几位法师碰到我，常常劝我，啊，要求我讲《华严经》。啊，他说你要不讲啊，恐怕以后没有人讲了。啊，这个话我也知道。语言没有成熟啊，那我很想讲一遍，语言没成熟啊，机缘不成熟，这个经讲一遍，每一天两个小时，要讲四年啊，才能讲圆满的啊。我现在没有办法找个地方住在那里不动四年的，这不行啊，要找我地方太多了，要到处乱跑啊。所以讲这个经就相当困难啊。那么这一次在这个新加坡讲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我预定的时间是四个月啊，大概差不多四个月是可以讲圆满，相当不容易了啊。现在经讲了差不多四分之三。还有一小部分还没讲完，我这里完了，赶到新加坡再去把这个经啊讲圆满。啊，大概回到新加坡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讲圆满。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一部大经的讲圆满相当不容易，啊，尤其像华严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这中国自古以来。一个人一生能听一部《华严经》，那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因缘。啊，过去清凉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那真是稀有难得。他一生讲《华严》讲五十遍呐，啊，五十遍怎么讲的呢？一天讲八个小时，一年讲一部。讲五十年，他老人家活了好像一百三十多岁，长寿了。所以从前听经抄经单的，住在寺庙里头，在家居士也一样啊，啊，在寺庙里头就讨个经单，就是报名啊，我要听这部经。啊，寺庙里也分给你住的地方，在寺庙里吃，大概也会分一点工作给你做，啊，也不能白住嘛。
分点义工给你做，住一年一部经听圆满，你想再听一遍也可以。所以从前修行，我们在佛教史里面，在传记里面看到的，无论出家在家，往往是三年五年呢，他就开悟了，就有成就了。现在学佛学几十年，学一辈子，还是迷惑颠倒，什么原因呢？熏习的力量啊，太短了，所以难了。你想从前那个道场，每一天听经八小时，寺院是学校啊，这出家人是老师啊，天天讲经说法的，听八个钟点经，这解门呢、开智慧呀，念八个小时佛。一天十六个钟点都没有妄想，都不起贪嗔痴慢，他心怎么不清净？这样天天不断这样训练，给你训练个三年五年，他自然就得定了，得三昧开悟了。现在不行啊！现在这个道场，哎呦，这个道场了不起了，天天讲经了，一天讲两个钟点经。我们这才一个半钟点了，就算两个钟点经吧，24小时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你说有什么用呢？这么有用处吗？以前讲24个小时、16个小时，他心在道上，那个才管用啊！所以从前人那么成就，我们看到就是奇怪呀、实在有他的道理。这两个钟点的时间不行啊，必须要全部精神呢关注在里面。这个近几年来有啊，我在美国看到，在台湾、在新加坡、在中国大陆，少数的一些人，他们用什么方法呢？把我的录音带呀、把它写成文字，于是一天也要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把这个录音带反复地听，一句一句地写下，一部无量寿经写成 写圆满了，他有了一点功夫了。一部无量寿经写下来也要1年多的时间呐、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去写，那听了他会记不得了，写下一句，重复倒回去，然后再听，全部精神灌在这个里面，他也不打妄想，也不生烦恼了，用这种方法，我知道少数有10几个人，他们告诉我说。真正契入了，那么这是熏习的时间要长，我们的修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而五经另外一种，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是楞严经上的一段经文，并不长，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短，般若心经260个字。这一段经文是印光大师这个提出来的，更近了，民国初年的，大家都知道了。印光大师把楞严经这一段附在净土四经的后面，变成净土五经，现在我们流通的本子还需不需要呢？
这注释不需要了。净土宗的经典达到究竟圆满了，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学经，我是专攻楞严的，我跟李老师学经是以楞严经为主，楞严经我讲了很多遍，至少有六七遍，但是没有发现呢，这一章这么重要，没发现。到看到净土五经的时候啊，这才想起来了，这印光法师这么一做提醒了我，回过头再去看看楞严经这一段经文不一样，发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244个字是我们净土宗的心经的，不但是净土宗的心经，可以说它的价值超过般若心经，它可以代表一大藏教的心经，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全部经典的精华。真正不可思议，印光法师不是普通人，能够在这一大藏教里面把这一段经文提出的时候，成为全藏的中心，这个眼光不是普通人能够有的。于是净土宗的经典的完备了。现在我们净土宗是五经一论。依照这个修学，你这一生决定成就。现前生活一定得到幸福美满。于是净宗学会成立之后，我们为专修净土的同学们定下了就是日常生活定了5个科目，这5个科目就是从五经里面提出来的，第一个三福，三福是出在观无量寿佛经，非常重要，修行的基础，根本的根本，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明，他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业，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换句话说所有一切成佛的人他是怎么修的，都是用这个做基础，成佛我们知道任何法门都能成佛，无量的法门都可以成佛，那么无量的法门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一个基础，这是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的。三福里头第一福是讲人天的福报，你要想做佛做菩萨先要把人做好，人都做不好了佛菩萨没份了，做人的基本条件佛告诉我们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我们要把这个四条做到啊，要真干才行啊。
听了之后啊，回家就要学孝顺父母啊，尊敬老师，接受老师的教导啊。可是现在是这个孝道没有了，师道也没有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悲哀呀。这是实实在在的，现代人研墨当中没有尊长啊，他怎么能成就？古时候的教育是家长跟老师密切配合，把这个小孩教育成人了，单方面不行啊。啊，你说你父母，你这个儿女要是不孝顺，你不好意思开口，你是我的儿子，你为什么不孝顺我，这话说不出口啊。哎呀，谁说呢？老师说，老师是第三者啊，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啊，老师对学生也不能要求，你是我的学生呢，你要尊师重，也说不出口。谁说呢？父母说，父母教儿女啊，尊敬老师，尊师重道，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两个人配合啊，他才能行啊。密切配合啊，是这么讲的啊。现在说老实话，父母养育儿女啊，对他的教学不关心啊。遇到一个好老师，要认真严格一点教导的时候，哎呀，学生受了委屈了，回去父母那里也告状，不得了啊！这做老师还要吃官司呢。现在当老师不敢教学生了。我在台湾教了五年书啊，我们些老师常常在一起很感慨呀，说出我们真心话，做老师的时候拿薪水呀，每个月薪水袋子拿来就可以了，学生呢把那个分数都给他记个就可以了，他就欢喜了，彼此皆大欢喜。学生骗老师，老师骗学生，学校骗家长，家长骗学校，这骗来骗去，这成了骗子的世界了。这个世界能有前途吗？今天达到这么一个现象。我们是真想帮忙啊，帮不上忙啊！啊，就是讲这个多少人，连中国大陆啊，许多法师、道友都劝我讲大经啊，我不是不想讲啊，想了多少年呢，没机会啊，在佛法讲的时候，没有这个机缘。也就是说没有这种条件，没有这个环境啊。必须大家有福报啊，福报是要真正觉悟啊。能够做到孝敬啊，孝亲跟尊师一桩事。从前讲求啊，现在不知道了，忘掉了，没人讲了。你看古时候，即使以清朝来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
在那个时候，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像前清的进士、举人，最低的这个学位秀才，考取功名的，他第一桩的事情，回去要记住，不忘本呐，这尽孝，这是尽孝道，子孙得了功名了。第二桩大事要去拜谢老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话都不能做到了，你在学佛上没有立足之地，你学什么佛啊？所学的那谈玄说梦，无济于事，假的，不是真的。真实的就从这个地方做起。你要不知道什么叫孝，为什么要孝，你去读地藏三经。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除了本愿经之外，有大乘地藏十轮经、单查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这里面给我们讲明这个道理。那么从这个基础再向上提升，叫二乘佛，也就是说我们有了做人的良好条件，这才可以学佛，才可以成为佛弟子才能入佛门呢。入佛门的条件，先要受持三规，然后要持戒，守规矩，不犯威仪。所以第二条有三句话：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我想许许多多同修啊，你们都受了三规了，那真的规是假的规了，都是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实质换句话叫假归义冒充佛弟子不是真的。三规的意义内容，我们另外找一个时间单独讲一次，非常重要。归是回头回头是岸的，依是依靠从哪里回来呢？从一切错误的地方回来我们对于宇宙人生，我们想错了，看错了，讲错了，做错了，从这些一切错误回过头来，依靠三宝，改正我们的一切错误，那叫依靠啊！三宝是什么？大家晓得，叫佛法僧。你知道佛法僧，不知道佛法僧三个字的意义，那么换句话说，你还是没有皈依佛法僧不是讲外面的外面的佛，现在泥塑木雕的佛像，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你依靠他，那怎么能靠得住呢？靠不住啊！啊，法宝是经书，自古以来，经书被销毁掉的有多少？也靠不住啊！这出家人是凡夫啊！他的生活要靠你们信徒啊，没有信徒他会饿死啊，他靠得住吗？也靠不住。常讲啊，在家信徒是衣食父母啊，想尽方法抓信徒啊，不能让信徒跑掉啊，跑掉什么？我们生活就跑掉了。这是所谓是和尚不作怪呀，居士不来拜呀。这哪里能靠得住呢？啊，那么什么三宝什么意思呢？佛跟我们讲清楚，自信三宝。佛是叫你皈依呀，是依靠你自信三宝，不是你心性外面的。啊，佛是觉悟的意思。自性觉就是佛宝，自性正就是法宝，自性净就是僧宝。所以佛法僧三宝是觉正净。大概皈依三宝这个问题啊，从唐朝那个时候可能就产生误会了啊，大家都把什么呢？把这个佛菩萨形象、经书、出家人当作三宝。啊，皈依的时候，这是我的皈依师啊，那个不是啊，在这里起妄想分别之中。啊，我们怎么晓得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弊病呢？我们读了《六祖坛经》，发现的。六祖大师在当时给人家讲传授这个三皈依啊，他已经不说佛法僧了。啊，他为什么不说佛法僧？在我们想象中，一定是怕这个名词使大家产生误会，啊，而他讲呢觉正净，他用这个名词，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各位都谈经你就看到了。这个名词我们听起来不会觉得不会产生错觉，很清楚。然后他让人家告诉我，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这么一解释，哦，原来觉正净呢就是佛法僧，便把自信三宝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所以这个。那个回头啊，我们就很清楚了，啊，觉而不迷啊，我们从迷惑颠倒回头，依自性觉。换句话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要依理智，不要用感情，这就是皈依佛。佛是智慧呀，佛是觉悟啊。感情用事是迷惑颠倒啊！啊，这三皈依是这么教给我们的。啊，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也就是我们把错误的想法、看法改正过来，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看法，这个叫皈依法。生是生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了，不管出家人顾自己呀，我们自己要时时刻刻保持你的清净心，心里不要被污染了，精神不要被污染，思想不要被污染，见解不要被污染，啊，始终保持一个清净心的，这叫皈依僧。僧是清净的意思。
这叫做三皈依啊。你们这一皈依的时候，皈依一个法师，这个法师是我的皈依师，那个都不是。你看，你们是皈依，你血染，你们的心被这个法师染污了。这个是我的师父啊，那个不是啊，你心不被他染污了。所以你们皈的是什么？是迷血染的。那哪里是佛弟子呢？佛弟子是觉真净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的，这才是三宝弟子啊！所以今天学佛，从皈依那一天就错了啊，一错到底呀！啊，还想做佛了？哎呀，差得太远了，太远太远了！啊，不堕地狱了就算好事了，这麻烦大了。啊，所以一定要搞清清楚楚，啊，这个是三皈依是入门的，入了门之后，这还是基础，再提升大乘基础。大乘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个四句，这是你皈依之后，啊，境界再往上提升一层，要叫你发菩提心。啊，什么叫菩提心？菩提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觉悟啊，决定不能迷惑。所以修学大乘，菩提心是根本。你看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第十八愿，十九愿。啊，十八愿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十念必生。而十九愿呢，就是讲的发菩提心。你在经文里面看，三辈往生，上辈、中辈、下辈，三辈往生里面都是一样的讲法，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们去看那个经文上，三辈都是这一句话。由此可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呢，就这八个字。你不发菩提心，你怎么能往生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菩提心是什么？刚才觉悟，要怎样才算觉悟？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要知道这个世间苦，这个世间真苦啊！啊，像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吃尽了苦头啊！啊，你们年轻的二三十岁的人不知道啊，你们是二次大战以后出生的。没有遭遇到这些苦难，啊，算是很有福报的人啊。但是你的福报，你能保证享到老吗？你往后不会遇到灾难吗？谁给你担保啊？东西方的预言都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啊，今年是1996年了，说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地球上人要死三分之二了。所以你要想一想，你的福报能保持得到老吗？
这个预言是古老的预言，几百年前的预言。那么中国的预言差不多将近是1000多年前的，都说在这个时代有灾难。但是我们中国的预言没有讲末日，没有说的这么严重，西方的预言说的很严重，说是末日来了。但是我们不管那些的，我们仔细看看现实社会，我们用很理性的来看，从哪里看？从人心上看，太可怕了。不要再往前比了，30年前的人心比现在人醇厚、厚道。现在的人心跟30年前的人心完全不一样，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从前人想利己，大概还不至于损人呢，现在要伤害别人，这怎么得了？整个世界的动乱，连整个地球的时候气候都变化了，都不正常，这是我们要提高警觉的。如果不认真好好的断卧修善，老实念佛，恐怕这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没有法子幸免，太可怕了。虽然这个时间很近，还有3年还来得及，这个好好的干的话还来得及，现在不认真的干就来不及了，时间太短了。所以这发菩提心第一个警觉，这个世间苦，知道西方极乐世界路，我们要离苦得乐，这是真正觉悟。第二个觉悟呢，要利益众生，要能够舍己为人。那我们想想，今天众生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佛陀的教育，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所以我们这边也有几位同修，也相当难得了，他们在这里建立净宗学会，希望把佛法能够在这里建立，难得了。找到我了，我随缘呢，大家有这个心，我就来帮个忙。你们没有这个心，我到别的地方去。哪里有缘，哪里去。可是最重要的，要培养弘法人才。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今天印刷术发达，我们印了很多很多，散发到全世界，没人讲啊。大家还是看不懂啊，还是把意思错会了，必须要有人讲。因此今天利益众生最大的利益，无过于培训讲经的人才，这个功德是第一功德了，无比的功德。我在此地希望这一遍净宗学会的同学向这个目标去做，心量要大，不是为我一个道场，不是为这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我们要为全世界。一个国家好，其他地方不好，我们的日子还是很不好过啊。大家都好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中国古话常讲啊，一家保暖千家院呢。
你得一个人富有，别的人贫穷，贫穷人嫉妒你，嗔恨你，时时刻刻要整你，你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啊，大家都富了，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啊，所以眼光要大，要看得远。啊，希望整个世界都好，我们就好了。啊，那么我们从哪里做呢？从培训弘法人才做起。啊，这个是稀有而难得。啊，弘法的人多了，讲经的人多了，大家明白佛法的道理啊，渐渐觉悟了，才能够破迷开悟，才能够离苦得乐。这叫发菩提心。啊，深信因果。啊，这是讲的菩萨了。菩萨还不相信因果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都相信啊。菩萨相信的因果不是我们这个因果啊，是什么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确，这一重因果我们在经论里面看到，许许多多菩萨都不知道啊。所以要相信啊，念佛是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定成佛，这是果报。读诵大乘啊，在我们修净土的人，大乘只念大乘无量寿经，一门胜佛。如果你觉得不够呢，那净土的五经一论呢，足够了，就非常非常丰富了，不必再多求了，啊，在这上面扎根，开花结果，啊，把它发扬光大。一经通啊，所有一切经都通达。啊，幕后啊，劝经行者，啊，你由此可知，前面所讲的全是属于自利，最后一句叫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得的这个利益好处，要转告给别人，啊，利益一切众生，让他们认识佛法，了解佛法，修学佛法，成就佛法，啊，成就佛法，成就无量无边智慧的法门，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这是三福，我们五个科目，第一个科目，在今天时间又到了。下面呢，得接着要介绍诸位六合三学六度十愿，明天来讲这四。